文采的一个州官，这个通高有19公分，口径是16公分。这个通景啊，通景图画着一个，这个应该是做官的，一个历史故事啊，还是什么故事啊？这个乐队。有弹琴的有啊，到那个两个弹琴的，有跳舞的，这个应该是在跳舞吧？哎，还有个小孩，这是跳舞。唱歌跳舞之类，你看。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故事啊？这肯定是一个做官的，一个男的，一个童子，五个女的，三个女，四个女的，五个女的，同是连字，文章援救，这是肯定是同字的。到了这个时候，这些文采已经开始失去那种艳丽，不像这个清朝就雍正啊、乾隆、嘉庆啊，甚至道光那些他们那个才。都比较艳丽，你看这个是暗淡的。我说的是是民谣的，一般是。盖上有一个官人还是一个书生啊，两个童子在陪着看书，那个石头上看书，两个蝙蝠。这个黄铜都带有一点，你看那个颜色都偏向橙色，不够红。这么一个夺冠。